今天是2017年的11月2日，星期四。这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三、四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准时开播，准时开播，准时开播，准时开播。重要的事情连说三遍。各位，今天准时不准时啊？谢谢哼调调送的这个龙虾，刚才还有一位，对，谢谢你们两个大龙虾。就是是谁一直在那里嚷嚷什么什么临终白鸽之类的事情啊啊？各位，就是在如此的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克服困难，那个及时的、准时的开播了。今天是8点钟就开播，8点就开播，哈哈哈。好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话说，现如今要做到8点开播呢，其实已经非常有难度。我跟各位讲，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今天能做到8点开播，不见得下次能做到，不见得下周能做到，确切的说很少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偶尔呢，也想给大家一个惊喜。为什么？因为今天是11月2日，星期四啊，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就总之呢，就是送惊喜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的。嗯哼，我打行字。然后也谢谢这个哦，对 ，KEWSKT， 刚才就是你送的龙虾，这会儿就在热心的送竹子，你这样的网友真的是值得。来，我今天的竹子杯子又准备好了，嗯哼，哎，待会儿是吧？大家，我们还是举杯为号。当我举起这个可爱的竹子做的杯子的时候，虽然它裂了条缝，大家呢就可以踊跃的送点礼物之类的。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是，昨天的节目中，晴子同学，因为他一直在复习准备参加今天的考研嘛，然后他说到呢，说今天正好他的那个英语辅导老师要来家里边给他上英语，我就对他说帮帮忙，不如让英语老师来上我们的直播。结果英语老师此刻就坐在我的身后，是 Cathy 老师。对，大家好。如果你要是用英语然后给我们打招呼会怎么说呢？Hi, I'm Cathy. Cath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Cathy 老师非常厉害，英语水平非常高，也许以后有机会让他给大家辅导辅导，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要说的事情。首先要说的是其实今天的话题还真是，今天的话题是有点庞杂，希望大家呢也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不是每一期的节目都那么的平和，那么的缓和，都那么的像昨天的节目一样。你知道昨天的节目是非常欢乐的，对，有很多的小朋友，万圣节的各种可爱的小朋友，对，然后愉快的出现在这里，不会每期都这么愉快。像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就有点，我只能说毁三观，对，然后实际上是让人感到多少有些痛苦。比如说我们要讲到的话题，今天题目叫做怀孕00后与生娃老中医，这期间有怎样的联系呢？且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我说的是咱们现在的00后，甚至10后，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在昨天，有一位微博的博主，在那个，他是个辅导班的老师，然后他在自己的班上看到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啊，非常的了不起，他就忍不住拍下来发到网上，瞬间呀得到大量的传播。就是这个小男生，我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呢？那就是精致。各位请看，叮，那这位老师拍到这位小同学，你注意到这个小男生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吗？仔细看他的脸，或许你以为这是什么万圣节，对吧？装鬼？不是，这不是什么装鬼，是这位小同学他敷了面膜，面膜，懂不懂？我猜想呢，就是在座的有很多的男生啊，这个单身屌丝和我一样，对面膜没有概念。我跟你讲，就是说如果是个单身女生，她是不会像我们这样，她会毫不犹豫的经常敷面膜。面膜就是一种，就是敷在面上的膜，这个解释真是苍白无力，就是它就是一种湿了吧唧的那么一个薄薄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纸，对，但是就是反正能够弄在脸上。然后有什么好处呢？据说能够滋润皮肤，对，让皮肤表保持湿润，甚至还有什么营养液之类的东西，反正很神奇，是啊，对。然后你看我们这帮人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沾什么面膜之类的东西，可是现在5年级的小学生啊，5年级的小学生人家已经开始敷面膜了，怎么样，厉害吧？哦天哪，我真是醉了。然后瞧这位小同学敷了面膜，人家非常专心致志的还在，对吧，上辅导班，还在做功课。
他的这种认真的神情，真是令我辈汗颜呀、啊！对啊，就是怎么这么精致呢？对吧、啊？人家而且从小就开始保养，小年纪还是小男生，已经开始敷面膜，惭愧惭愧惭愧！我们真的是不行了，真的是老了。哎，那说到这个事情呢，好像有一段简短的小视频，我们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位可爱的小同学。嗯哼，视频哪去了？在这儿呢。嗯，走着，叮，管得比较严格，就不能随便下座位的。然后他跟我说，老师我要上厕所，我说哦好吧。然后他从厕所就淡定的敷着一片面膜出来了，全班同学都笑他，然后他就不好意思了，然后他就把面膜扯下来了，我们不看他了，他就偷偷的敷上去了。他去拿他家里面妈妈的，那我说你妈妈给你敷吗？他说妈妈不给，我偷偷拿妈妈的。厉害，这位小同学我觉得了不起。大家不要以为我光是在调侃他是一个男生，对吧？敷什么面膜之类，不是的，我是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什么意思呢？下一代的男性啊，注定了要比我们这一代要精致。对，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有点粗糙了，都是糙老爷们儿。但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吧？这个在这个时代了，就是女性期待着更加精致的男性，我觉得未来这会成为一种风尚。所以想想也是惭愧啊，糙老爷们儿就在咱们这一代结束了。 OK， 就这样吧，所以我们认输，在下粗糙了，佩服佩服。但是你看啊，一个是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小男生在那儿敷面膜，我们是由衷的有一种敬意的，就是佩服佩服。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就让我觉得，你知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比如说他敷个面膜我们也佩服，他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佩服，但他做的有些事情我们就有点觉得瘆得慌。什么意思啊？哎，这里有人说了，感觉敷面膜还来得及。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各位，你们虽然年纪已经大了，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已经其实都是叔叔啊，都是中老年，但是你们其实可以试一试补救一下。对，这人说我才年轻20岁，我不粗糙。哈，在谁的眼中？在人家五年级小学生的眼中，你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 OK，好吧，但是我下面说这件事儿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了。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两天呢，有不少人都在关注什么呢？说有一个视频直播网站叫快手，大家有听说过吧？对，比如说熊猫 TV 是一个视频直播网站。哎，我听说呢，还有其他很多的视频网站，比如说快手就是其中一个。然后说这两天啊，有网友在快手上面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有网友说：“我97年，我老了吗？”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就让你知道自己倒是老是不老。你97年，这还有一个19岁边写作业边看。不是同学，你19岁了对吧？就是还在写作业嘛，啊，这也不容易。但边写作业边看，你还能专心的写作业吗？我怀疑。如果你还能继续写作业，说明我说的不精彩。对，但如果我说的精彩，你不写作业，写不好作业，我又觉得有点抱歉。所以你选一样吧，你要么专心看我，要么你就专心写作业。 OK，我下面说的这件事情，让很多的什么97啊，什么才20啊，什么19，统统让你们了解一下，就是现在的00后强大到什么程度啊！这儿有一位说12岁边写作业边看，12岁的同学，小同学，今天的节目不太适合你看，我认真的，请你自动离开，好吗？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偏成年，也不对，因为马上说到的就是一帮00后，那个，请你呢就是。自动甄别一下啊，什么内容适合你，什么内容不适合你，就赶紧关机。我要讲的是，这个快手网站上有人发现啊，在这个网站上居然有很多的视频直播，说的是什么呢？是秀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你知道有些女性怀孕了，然后给大家看了她的大肚子。哎，这个这有人说我17能看吧？17岁你还是看一看吧，好吧？对，这儿有网友提示，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对，
那、这位说仕途险恶，他讲到说我朋友17岁生孩子了，今年我说的就是这种这些事情。17岁00后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00后都纷纷的进入到怀孕要生娃的这种程度，这就是我们讲的怀孕00后这个话题。我这个之前是没有完全没有想到啊。有网友提问说直播怎么还没有重播人气高，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非常奇怪的一面，就是这个节目其实直播蛮精彩的，对吧？可是看的人反而不如重播多，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订阅用户41000多，你看看现在在线才多少人，就是啊，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怀疑这个熊猫 TV 上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用户其实都是机器人的原因。但是现在我为了00后的福祉，我先把这个事儿放在一边。我要说的是，我给大家看看图，哎呀，这个有图有真相啊，大家看，说这些呢就是网友搜集到的在00后上面一些秀怀孕甚至秀孩子的，但注意都是00后，而且年龄明显偏小。你看像这么大点孩子，这对吧，右下左下图这个，这看上去你会以为他吃多了，对吧，撑的，但其实他居然是怀孕。我天，这个事情可以说把我给惊呆了。对啊，然后大家看那这个，这宝爸88年，宝妈00年，00后啊，宝宝17年，天哪，就是等于他这个妈妈是17年，就是17年当妈妈，这意味着什么？17岁生娃，16岁就怀孕啊，天哪，对呀，但是人家很愉快的还把专门把这个秀出来。还有呢，说你看这个，这看着简直就不像话，对不对？这一个小女孩，这怎么回事啊？这你自己都像刚生出来不久。当然了，这个由于受到关注，人家很快呢把这个作品什么都给删了，视频删了，然后在这儿专门标明说宝爸爸爸是1999年生的，宝妈是2000年生的，两口子地地道道河南人，我们结婚了，括号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下边一句领证的事儿不着急。对呀，我们国家婚姻法规定女性最低结婚年龄是20岁，男性是22岁，所以这二位根本就没到年龄，但他们自称已经三遍结婚了，对吧？所以他根本领不着证，然后说宝宝是个男宝，宝爸对我很好，谢谢大家关心，作品删除了想静几天。哎呀，这个事儿恐怕也没那么容易静吧，因为这个说真的，我不是看他们，我看下边把我给惹火了。你瞧这个14岁宝妈还有62天宝宝就出来了，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14岁还荣升宝妈就当妈，那她等于是13岁就怀孕喽。OK， 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14岁以下算幼女，和幼女发生性行为，如果是成年人的话，那就直接算强奸罪，就该抓起来了。对啊，那你可能会说，也许那个他那个宝爸，说不定也才十三四，能。也能写完作业就不错了，对不对？最多去敷个面膜，然后你以为他就能那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涉及到这种违法犯罪的嫌疑了。我主张快手这事儿吧，最好报个案，好好查一下。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14岁就马上就当妈了？这怎么回事啊 ？OK， 所以啊，刚才凡是12岁在写作业的小同学，还有那个17岁还有19岁还在奋勇写作业同学，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都在做你们这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怎么有些00后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做什么，对吧？这里有一位说我们学校真的有人怀孕了，还有人说我不是00后，我跟不上节奏。对啊，你仔细想，现在有很多的90后甚至一些80后，对，统统全都，就别说什么生娃了，就是那个老婆在哪里根本找都找不着啊。结果现在00后，你仔细想想，如果是14岁小女孩，2003年出生的，我的妈呀！对呀，就是现在要当妈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位网友说，我感觉我88年的，这是张氏阿龙，他说我感觉我88年的真的已经老了。对呀，一阵清新的风也讲到80后还是单身狗啊，你瞧瞧。好吧，这位气势如虹，他说15岁的我正在写作业，好好写作业，继续写他3年，你就可以上大学。上大学之后你会发现，哎，你可能还得写作业。就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过分。就是有些视频网站，我觉得也没有基本的原则，让一群什么什么00后甚至14岁小女孩在这播她怀孕，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这胡搞吧，对吗？我去，我很愤慨。谢谢张沙龙送的竹子。嗯，这有网友说22的还没毕业，就是啊。所以我跟大家讲，00后怀孕有点早，太早了。对啊，00后现在不应该是怀孕的年龄。魏天理他说，我当年上学那会儿都有很多怀孕跳楼的，跳楼呢那倒也没必要，是吧？我也不主张呢，因为就是她怀了孕了我们要把她怎么怎么样。我说的是她，就是她的监护人成年人在做什么，成年人为什么？这儿有一位18岁还在写作业，你看大多数人还是正常的嘛。这位是 Joke Mail， 人家还在写作业哦。哦对，我的竹子杯子端起来，大家该送的送啊。有人提了个问题，说老师学播音的咋就业呀？如果要是你学得好的话，你就应该去做播音员或者主持人。无论你到央视啊，还是到各省台，或到各市级台，或者哪怕是各县级台或怎么样，就是岗位还是非常多的。虽然说现在不景气，但是还好吧。这里有人讲还好吧，古代时候不都是14、15岁就嫁娶吗？但那是不对的呀，那是不合理的呀。就是你觉得以古人14、15岁他就那个这个嫁娶什么生孩子好吗？你知道古代有多少女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果死于非命，死于难产，这事儿多了去了，对吗？你这根本就没有发育成熟，你着什么急啊？你知道现在什么国家还这样？印度。对，印度现在还是大量童婚。上次我们去看那个，对吧，什么摔跤吧爸爸，记不记得里边有个小女孩还是一个根本就是小学生的样子，结果已经出嫁，不得不出嫁，她因此羡慕就摔跤一家人，记得吗？那是什么事儿？那这事儿是值得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借鉴的吗？这里有人说，想当年14岁还光着屁股在河里游泳，这倒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往事，因为就河水也是水，你非光着屁股那会污染河水的，对吧？万一这下游的人要喝呢？重点不说这个。这里有人讲，古时候结婚早是为了早生子，成年服役打仗。反正我认为14岁是绝对不适合生孩子，我们国家也明确的有法律，对，就是14岁女孩子是要受保护的，这在搞什么搞？包括16岁的女孩子，你这怎么怀的孕，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说是非常悲愤的，我说到这个话题，我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就别把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还当成可以夸耀的，甚至可以作为商业的炒作，然后吸引人看挣流量，这简直是无耻。这里有人说遇见雨落，他说我14岁的时候还觉得妈妈爸爸躺在一张床上就会有孩子。哎，你还真是蛮天真的。就是但是话说，其实有很多孩子啊以前都是非常天真的，对，以为大家拉拉手。你知道我知道有一个说是那个农村的孩子，然后他听他妈讲啊，说男女只要亲亲嘴儿，哎，就怀孕生宝宝了。然后那天吧，嘿，就是他在院子里边这玩的时候吧，抢东西不小心撞到他们家猪身上了，然后那猪就用嘴拱了他一下，正好拱到嘴上，然后呢，哎，没过俩月生了一窝小猪崽儿，然后这孩子特别淳朴，到当时就暗下决心。暗下什么决心呢？说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能亏待这娘俩，就这样的决心。我去，哎，也真是天真呐，好吧。我说到哪儿去了？对啊，我们讨论的是，就是14岁要做14岁该做的事情，是吧？这里有人讲到说，我在 YouTube 有看你的视频，这是流沙鸡的铁粉，欢迎流沙鸡的铁粉。就是你是怎么进来？你是翻墙进来的吗？对啊，我现在听说在外边，对，海外有很多人是通过 YouTube 油管在看我的视频，就是无论是谁搬运过去的，我都向他表示感谢啊，扩大我们节目的影响。同时也欢迎海外的游子经常回来，没事儿探探亲啊，看看节目。OK， 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先暂时说到这里。这里有人讲说，生孩子要趁早，不然以后养不起了都。哎呀，你放心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奇特的。就是什么时代，反正该养孩子还是养孩子，什么时代养孩子也都不便宜。对吧？你认为以前就是说大家日子苦的时代，难道说养孩子很便宜？每个孩子都让你操心，一样把你弄得就是兜里兜外一个子儿都不剩。对啊，所以
所以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原本认为吧，大家其实不用太着急，有些事情晚点结婚没关系，晚点生孩子更没关系。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就是现在早能早到这个程度，对吗？就这个也太早了。这里有人说，今天怎么8点就播了，不科学。哎，你同这位朋友，这叫无乐不作，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排除万难，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终于今天实现了8点开播，怎么你们还不乐意了？对，你们应该反思的是，这个节目是8点到10点播，你们怎么来这么晚？现在都已经8点24了，是不是？这位说，我78年的哦，这里就属我最老，不要这么说嘛，就是。我马上说到一位才真叫老，哎，你是78年的，人家不是78年，人家是78岁，哎，我下面要讲到的这个话题就厉害了，这个呢说的是啊，在广西河池东兰县，在那儿啊有一位78岁的老人家，这位老人家他实际上是个老中医。哎，大家可能经常看到一些小广告，什么老中医专治什么不孕不育之类的事儿，有吧？哎，然后广西的这位老中医厉害了，他生孩子了，对，就前不久他生孩子了，而且注意，还是他生的第二个孩子，我去，这个厉害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哎，我且听我慢慢的给大家来分解啊，大家看，这就是这位老中医，今年78。哎，他这个孩子怎么刚生下来这么大？不对，这个呢是他的大儿子，已经2岁了。哎，说这老中医吧，生了大儿子吧，旁人都不信，非说这是别人的。然后他专门去做了亲子鉴定，证明了99%都是他。你看这鉴定，你就100%不得了，还99%？对。但是然后呢，就是邻居吧，就抓住这1%，就议论纷纷，说一定不是他的，说不定跟谁的。他一怒之下，哎，真的是一怒之下，他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哎，最近生的这第二孩子呢，是个女儿，哇，厉害了。对，然后大家现在看到这张图里边，这就是他的妻子，33岁。哎，这个原题叫做78岁老中医娶了33岁美娇妻，然后呢怒生二胎，证明自己的能力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吗？对，怎么会这么神奇呢？就是78岁的老中医连生两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各位，说起来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是非常的疑惑，我也不是很相信。然后我仔细的了解一下，可以说这件事情简直把我给惊呆了。对，然后各位网友也很啊，你看来了，佩服佩服，是吧？厉害厉害，老中医厉害，儿女双全了。对，就是各种。他说是这样的，说这名女子啊，原本呢是一个病人，哎，得了严重的肝病，然后呢因为家里穷，他就是看西医吧看不起了，然后就找这老中医，说这老中医比较便宜，哎，不是老中医便宜，老中医就这给他看病比较便宜，然后呢就是等于是他就是再给老中医啊做保姆，对，省点医药费，就给他治，哎，治慢慢就好了。不仅好了，在这过程中啊，说这个，哎，这位女子呢就自然怀孕了。哎，不对啊，就是治病，对啊，然后病好了，然后当那个保姆，然后就自然怀孕了，这怎么接不上啊？对，就是反正呢，但是原文报道就是如此，说治病，哎，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呢就自然怀孕了。自然怀孕之后，然后老中医就和这位女子，对，这位娇妻就结婚了，然后呢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反正听着也挺神奇的，对啊。然后这不是出现那个就是大家各种质疑，你看就许多人就是有偏见嘛，对啊。所以老中医现在就对愤而怒而生了二胎，怒而生了二胎。我估计这是个女儿，这姑娘长大之后脾气一定不小。为什么呢？因为她老爹啊，是真正的老爹，特别老的老爹，她当年就是一怒之下把她给怀上的，你知道吧？我天。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啊，神了，由于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哇，10里8乡都传开了。据说现在啊，络绎不绝的人找这老中医看病。对，就是啊，佩服老中医，许多人都是登门啊求教，
取经。哎，取经的经呢是那个四书五经的经啊，啊，不是这个鸡精的精啊。好，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说就是让我对我们国家的老中医刮目相看。你要知道，就在前不久，我们有期节目刚刚说到啊，某地的中医医院，对吧？出了一个雕塑，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笑。那个雕塑呢，叫做《中医走向世界》。哎，你看，就这么一个雕塑，对，据说是在河北迁安的一个中医院门口，就是看到一位老中医站在地球上，然后地球呢生出一双大长腿，然后迈着大步走向世界。我们当时还觉得很好笑，可是现在，对吧？是不是？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打量这雕塑，就觉得，就是，对老中医他就是这么神，他神就神在他这个球啊，不是他这个下半，就是他的两条腿，就是这个走法，其实让我不由想了很多很多，什么意思呢？我在想，这位老中医的出现是否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你真的不用着急，没准你到78，你都可以生一个，甚至还可以生俩，那急个什么呀？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单身屌丝，那可以放轻松了，对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算了，对不对？是吧？哎呀，这个问题一说到的话，我其实意识到啊，终于意识到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些原来我们没有理解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在最近有一则视频，很多网友都在热传。就在10月30号，上海地铁2号线车厢里边，当时呢，对，有一名那个老头啊，是什么老头？老年人。他上了地铁之后，就要求有一个年轻女子坐在爱心专座上，说你给我让座，然后人家不让座，他就一直拉扯骂这个，甚至直接坐到人腿上逼他让座。对啊，这当时也在车厢里边引起了一番骚乱啊。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现场。凭什么让给你？你态度好一点，也许我还让给你。我生病了，我也可以让给你。你来呀！好了，就听到争吵声，听到女孩就说凭什么让给你，期间就是那个老人就一直拉扯那个女孩嘛，就觉得那个座位就应该给她，女生就觉得如果她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就让给她了，但是老人的态度就很恶劣，就一直辱骂，就是女孩没让，然后老人就直接坐在他腿上了，那个女孩就当时就一下站起来了嘛，就老人就还一直在辱骂，然后好像期间还哭了吧，后来好像有几个男的就看不下去了，就一起捉那个老人，到最后好像就是地铁沿线的那个乘务员把他俩带下去。就是这么个事情发生在上海的地铁里面，大家看到了这个老头，不是这个老年人，他的战斗力爆表了，他敢怼全车的这个乘客，对吧？你会发现，对，我们其实经常发现，就是现在的老人家吧，特别的有劲儿，特别的有战斗力，哎，所以以前其实有点奇怪，现在想想吧，真的是国家发展了，对营养提高了，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改善了，所以导致老年人其实跟青年人也没太大区别，是吧？人家一个人敢怼全车的这个乘客，对，人家敢坐到女孩腿上。哎，但是我现在怀疑他其实趁机会故意做的，就是然后呢，78岁老中医现在可以生孩子，生二胎，对，也就是说老年人其实依然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强壮有力，甚至是可以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跟年轻人就没太大的区别，对啊，所以呢，哎，我注意到最近呢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这是英国公共卫生机构的一位顾问，格雷教授。他就专门发出一个呼吁，针对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在公交车上要不要给老年人让座的这个话题。哎，合着英国人也关注这话题啊？那这儿有一段是英文的，我们哎 ，Cassie 老师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张图上的英文 ？Okay. Stop offering your seat to elderly people of public transport. Advice from health experts. 哇。哦，这好标准啊！这个大概的意思是，就是不要在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哦，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公共卫生的专家建议英国人民在公交车上不要给老人让座
哎，这说的有道理啊。而且巧了，这位专家本人他就是个老人，你说他如果是个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你还可以说说他，他本人就是老人。对，而且他说了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他说老人嘛，就应该想办法让身体继续保持健康，坐着不利于身体健康，应该让他们多站一站。对，而且说真的，具体到英国的问题吧，英国的许多老年人，那是他问题根本就是不用给他让座，他且有座呢，而且他都不能随便站起来。对啊，所以各位，我们要重新理解啊，就是老年人这个群体，现在的老年人和古代那种风烛残年的老年人不是一个概念，可有劲儿了，能生孩子，能吵架，能抢座。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真的不需要再给他们让座，我真心这么觉得。对，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比如北京大早上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你会碰到一些精神矍铄的老年人，他们是刚刚爬香山，早晨四五点爬香山，精神抖擞的下来，红光满面，然后上了公交车，让年轻人给我让座。你知道那帮年轻人嘛，一看头天晚上就加班熬夜，面如菜色，困得半死，然后还得挣扎着起来给这些精神矍铄的老年人让座，你看这个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合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思索一下。哎，这个我得去倒点水啊，大家稍等我片刻。现在时间呢是20:35，今天是2017年10月2日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准时开播。注意了，今天的节目就是8点开播的哟。那么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林中白狼。嗯哼，我去打水，大家等我。哎，凯西老师，就是这儿会有很多网友吧误导你、动员你锁门什么的，千万不要理他们。OK， 好。哎，我再帮你倒点水吧，还有水。好，谢谢。再倒点。来来来，给你搁这儿。五、哦，这里又是一帮人在这嚷嚷锁门锁门锁门。哎，你们这些人，我真不知道你们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哎，世风不古，人心日下。不过呢，你们这帮家伙反正也没有出现什么14岁就怀孕之类的事儿啊，想一想。也就还可以吧。好了，我要继续说下面的话题。OK， 就是关于老年人这话题啊，你要知道，其实现在的老年人跟年轻人真的他的区别不大了，大家不必对他们太过就是明白吧。而且说真的，咱们现在很多人都应该直接被划到就是那个群体里。最近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说这个四川凉山州啊，举办一个中老年杯足球赛，然后那公告在微博上走红了，为什么呢？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图，哎，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凉山州，看这个微博，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这个凉山彝族自治州体育局发布的这么一个中老年杯比赛的通知，然后这里边说到是什么人报名条件什么呢？8人制，198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哎，就可以参加这个中老年杯的比赛。喂，各位注意这个时间段，1982年12月31日，在这之前你就属于中老年。 OK， 来各位做个调查统计，在座的哪位啊198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如果是的话呢打一，让我们集体大家向这个中老年致下意，好吧。但如果你要是比这小，你可以打二哦。如果你是00后，你可以打三喽。82年，现在已经算中老年了。82年，你要是在凉山州的话，你需要去报名参加中老年杯的这个足球比赛。OK， 那既然四川凉山州开始这么干，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将来就会这么统计。为什么？难道你们这帮82年的还自以为是年轻人吗？嗯，哎，打四的是什么意思？还没出生吗？对啊，难道说胎盘现在也会打字了？就是哇，你看。
哎，还是有不少这80年以前的呀。谢谢小哥，我依然神送的这个，依然帅送的龙虾，谢谢。4、3、2，OK， 各个年龄段的人还挺齐的。哎，看这个吧，我就糊涂了。你看，一个节目呢，应该呢，就是主要的是啊，特别吸引某个年龄段的人。咱们这倒好，哎，人还挺分布挺平均的，既有中老年82年以前的，也有这个90后，是吧？现在看来还有00后，你看看，这还真是挺奇特的。好了，关于中老年的这个威力呀，我提醒大家千万不可小觑啊。对呀，你知道他们现在真的是越活越青春，除了刚才我说的老中医之外，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位咱们大家熟悉的这个演员，著名演员，他的名字叫做侯勇，在《人民的名义》里边演一贪官，演特好。他结婚了，注意了，他的新娘比他小了30岁，是一个才20岁的美女。哎，你看，对吧？哎，这也是娶了这个美娇妻呀。哎呀，厉害厉害。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突然想到“美娇妻”这个词儿啊，需要重新定义了。对，大家想娶到美娇妻吗？比如说，你看，像刚才说的这位老中医，是吧？他说他娶了一位娇妻，33岁。你要知道，这位姐姐啊，如果是三十多岁还没嫁人的话，大家一般管她叫做剩女。哎，可是她嫁了一个老中医，直接呢就变成了娇妻了。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广大的就是剩女朋友们，就是假设你要是对想当个重新成一个娇妻的话，找个年龄大的一嫁，你立刻就成娇妻了。哎，也不错。然后人家就算是50、70、80，人家照生不误，你看什么都不耽误，倒也是一种选择。可是呢，就是那位老中医的功夫，我其实使得我想到一个人，谁呢？他也是一位老人，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非常敬仰的一位老人家，他就是杨振宁老人。哎，杨老啊，是特别了不起的。就在昨天，这个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大隆重举行，然后杨老呢就来出席这大会，而且呢发言。你看，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95岁了，可是精神矍铄。我且问大家，他像95岁的人吗？对吧？哎，其实还真是有点像。但是就是说，好吧，每当杨老出现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关注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有一个经常伴随在他身边、伴随在他左右的这样一个人。我猜大家应该能够想得起，我说的是谁？小白，你78找个娇妻吧。这是郁金香公爵的建议。好的，公爵，我也建议你80多的时候，你也试试找个娇妻。你80多的时候找个60岁的也算娇妻，好吗？叶峰他说到，现在居然还要被50后、60后的老家伙们抢老婆，那没关系啊，你将来说不定也去抢什么30后、40后的这个老婆，这事儿也是有可能嘛。是的。哎，居然有人猜到了。对啊，就是相伴在杨振宁左右、杨老左右的呢，就是他的护理员，哎，是一位护士。但这除了护士之外，其实还有一位就是非常杰出的女士，谁呢？那就是翁帆女士。翁帆大家知道吧？对，是杨振宁老人家的结发啊，这不是结发，就是他，这、就是他是他的这个妻子。各位请看，那在北大活动的时候，很多人的眼光都落在，就是，哎，落落大方、穿着得体的翁帆女士身上。你看他们俩儿是牵着手，能看出啊，夫妻感情非常好。而且大家仔细注意，就是翁帆，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哪是美娇妻啊？这简直少女心啊！就是翁帆看上去简直是少女一般的感觉。哎，我跟大家讲，这个事儿简直神了。让我们把这个时光倒流回到13年前，那就是2004年。2004年的时候，当时就是杨振宁，哎，他当时是82岁。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翁帆，当时可以说轰动一时，对吧？让世人为之震惊。你要知道，对，就是当年那个杨老已经可以说
年过古稀，可不是过古稀嘛，就是八十多了，然后取得文官只有二十八，二十八很厉害啊，二十八是什么？那就是以前对古代这个说的叫做二八佳人，对吧？二八佳人就是二十八嘛，所以翁帆当初就是一个二八佳人，而八十二的养老呢就娶了这位二八佳人，可以说呢这也算是一段忘年恋的佳话。我现在觉得特别厉害的是什么呢？十三年过去了，养老已经从八十二活成了长到了就变成了95，但是大家看他的精神哪有一丁点的萎靡，是吧？依然是如此的精神矍铄，这十三年啊，在他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他脸上所有岁月的痕迹都是十三年之前留的，对啊。而翁帆，对，翁帆好家伙，从28现在到了41，可是看上去还像是一个二八佳人，就他们俩就仿佛是永葆青春，时光凝固了一般。哇，我这下子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什么呢？就说各位厉害了，就是他们两个事实上实现了人类渴望已久的青春永驻冻龄啊！大家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了吗？大家明白这是怎么做到了吗？啊，哎，想一想，有人在说再活500年，哎，又不是康熙，是吧？就是，但是我们要从别人的经验里边就获得有益的。哎，这里有人说闯荡江湖说笑死我了，这有什么可笑的吗？这是多么严肃的话题，难道你不想永葆青春吗？你明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永葆青春的啊？为什么十三年过去，对，翁帆41还像28的样子，而杨振宁95还像82的样子，为什么？各位要动动脑子。我这个说的很认真的。哎，我看你们呀，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还是不够灵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呀，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是什么呢？四个字，我都提醒到这个程度，再想不起来那就没道理了。你们有点智商没有啊？啊，四个字是什么？这就是永葆青春的奥秘呀！我就不信，在我这样的启发之下，什么老牛吃嫩草，那是五个字，好不好？因为爱情，他们当然是因为有爱情才走到一起的嘛，对吧？保养得好，这个吧说的就有点太俗了。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师，一个是翁帆，对吧？他们在一起，然后现在保养这么好。这当然是有原因，原因很简单，四个字，我来告诉你们：走进科学。哎，这个就对了，是走进科学，明白什么意思吧？因为杨振宁可不是一般的老人家，他是正经得过诺贝尔奖的这样一位科学巨匠，而翁帆呢，其实也是一个科学爱好者，他就走进了养老，走进了科学，走进了诺贝尔的世界。所以说啊，天哪，科学的力量就是这样的，使人如沐春风，使人这样的永葆青春吗？作为一个曾经本科的时候学习理工的这样一个学子，我现在呢依然对科学保持着敬畏感。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爱科学，学科学，应该走进科学。我在这里也顺便提示一下，我本人呢可以说也是一个不敢说是科学巨匠，但是也是一个科学的爱好者，所以如果大家走进我的话，我可以负责任说，反正做不到就是养老能像翁帆那么着，反正也让你觉得哎笑口常开，然后就觉得哎莫名其妙的就年轻，就美丽，明白吧？你知道吧？别说是就连我们，比如我们公寓，对，我们合租的各位邻居现在都莫名其妙的，他们自己都奇怪，哎，为什么我现在就显得这么年轻呢？不过主要是他们确实还年轻，但其实我暗中也觉得，与我的某种这种对科学的那种功力啊，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好吗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节目也是在这里颂扬一下科学，
让大家多关注一下科学，多多的走进科学。谢谢。哦哦，我又愉快的端起了我的竹子杯子啊，各位该送什么送什么啊。啊，这里有人说欢迎收看想太多系列，哎，好能说和吹呀你。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啊，还有更多的这个精彩的话题。哎，那个现在时间呢是20:49，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网络视频直播节目《小白合租日记》。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准时开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8点整开播的哟。谢谢仰望傍晚的天空送了10个南瓜灯，谢谢。就说呢，这个有些朋友可能刚进来啊，今天呢那个我们家邻居虽然在家，可是坐在这里呢，其实是我们家要考研的邻居晴子，对，和子月他们两个的英语辅导老师。Cassie 老师 ，Cassie 老师就坐在我后面，然后他的英语爆好，对，然后哎 ，Cassie 老师，请问你有没有可以公布一下的这个什么微博之类的呢？陈小怂 Cathy。陈小怂。人怂的怂。陈小怂。对对对。哦，陈小怂，然后再加个英文 Cassie，OK，哇，这个微博名还真是。人如其名。不是，没，您这真是太客气了，对，陈老师。Cassie 老师，好吧。有人说铁打的小白流水的邻居，你说错了。那个，我们家邻居我不铁打，我们家邻居也不流水。陈小怂，对，就是这个怂，就是这个怂。陈小怂加上 Cassie C A T H Y。对了，对了，对，中间没有杠之类的吧？嗯，好像是没有。嗨，我看您也不怎么上这个微博才对。陈小松 Cassie， 等到我下节目呢，我也要访问一下。嗯，好了，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事情呢，是这样的，就要讲到我们这个行业的事情了。因为据我所知，那个小松老师还好别扭 ，Cassie 老师，其实你白天上班地方就在著名的高大上的央视，对吧？好像是。那不管在哪儿了，就是最近其实关于央视的这个新闻呢，挺多的。我要讲到一条。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了，央视以前有位非常有名的播音员，哎，主持过什么午间新闻啊、晚间新闻，还主持过新闻联播，对，非常不错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郎永淳，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就在十一期间，确切的说在10月5号，在八王坟附近，他呀醉驾，然后出了这个事故了，对，然后现在呢已经被拘了。哎呦，这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的惋惜，因为郎永淳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不可多得的这个播音人才。后来呢，他是离开了央视，对，去创业去了。但创业创着不知道怎么会撞车了，对啊，那个。然后我听到各种说法，有人说他碰到碰瓷儿的了，还有人说有的是搞仙人跳。你知道什么叫仙人跳吗？就比如说你那个约那个代驾，对，然后代驾之后呢，来了个司机给你代驾，眼看着快开到离你不远地儿，他说不开了。让你加钱，对，然后有的司机呢，这时候就怒了，就那我自己开，就剩这么点路嘛。可是这个时候旁边出辆车，嘣就撞上，这是传说啊，现在到底怎么回事还在查。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是郎永淳这次闹不好得在里边蹲上2个月、3个月、4个月，恐怕得这个样子。这个事情其实，哎，蛮让人可惜的，尤其从我们作为播音系的角度来讲。Evan 他讲到，这说明什么呢？人非圣贤都得喝酒，嗨，反正吧，小心一点。我跟大家讲，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是严到什么程度？如果有哪个老师涉及到你酒驾这种事儿，那就不单是你要什么过行政拘留之类的，直接开除，就这样子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挺麻烦的。但是还好了，咱们央视呢现在还是，对，还是稳定的，因为基石依然在。什么基石呢？那就是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在那里撑起央视这个大舞台，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哎，朱军啊，董卿啊，是吧，光彩照人，给广大电视观众带来信心。我跟大家讲，就是他们比如说在彩排的时候吧，其实看上去都是一般人，哎，好像就并不出彩。可问题是一旦站上就是春晚的这个直播的舞台，一旦光啪的打下来，那简直就是，对，就是光芒万丈的感觉。哎，我觉得很好，有他们在我们放心。对啊，那说到董卿，你知道最近那个，其实这里有人说不喜欢朱军，为什么不喜欢朱军？朱军挺好的，对，很稳定嘛，我觉得不错。刚才苍狼讲到说，我喝酒了就把车停在 KTV 的停车场打的回家，对对对，就要这么干，这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性命啊。好，其实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些朋友呢在调侃说，明年的春晚会出什么段子，就各种在这猜测。这个猜测真的很好吗？你看，比如说有人在说了，那个董卿对朱军说：“哎，朱军，你知道什么是打 call 吗？”然后朱军就爽朗的回答说：“当然知道，不就是打电话吗？”然后董卿就说：“哦，那你可 out 了。下面请大家欣赏大型歌舞节目《我为祖国把 call 打》。”就是大家就各种设想，就是每年在春晚之前，大家都会猜想，因为春晚呢有个传统，就是他经常在节目里边就设定一些，比如说正在流行的比较火爆的词汇，对，然后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想，什么样的词汇会被明年的春晚2018年春晚给放进去呢？对，现在就是各种的想象，展开想象的翅膀。我还真看到一些啊，怪不错，怪精彩的，对啊，比如说董卿。哎，我们得把他们这图配上，这样的话才有感觉呀、啊。对呀、啊，董卿和朱军在一起，哎，那好吧，就用这张吧。对，啊不，用这张喜庆一点。董卿说：“哎，朱军，你会卖萌吗？”然后朱军说：“哎，我一大男人卖什么萌啊？”董卿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有时候一个男人是可以对自己的老婆卖萌的，这也是温柔的表现哟。”朱军说：“哦，是吗？”董卿说：“对呀，你看这对小夫妻。”然后这时候郭冬临和牛莉就上来演小品了，小品名字叫做《小拳拳捶你胸口》。哎，你看，哈，这个挺好。哎呀，就是朱军和董卿了不起，光是啊，就是我们提前想象一下他们会说什么，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你再比如说，对吧，春晚上了一魔术师，然后说：“今天呢给大家表演这个魔术啊，我需要一位朋友的帮助。”然后底下观众一定就开始董卿董卿董卿，然后董卿呢就应邀愉快的上来了，说：“啊，又是我呀，我可不想当托了。”然后底下哇疯狂鼓掌，说：“哎，那好吧，该当还是当，那需要我做什么呢？”然后魔术师说：“董卿，你要做的很简单，只要我这个魔术做的成功，你在我旁边啊，你只要喊666就可以了。”然后董卿就：“啊，666啊，双击666，老铁呀。”你看这个呢就一片啊，我都可以想象明年的春晚的这个大厅里边一片祥和的气氛啊，好喜悦，好开心啊。这里有人说，逗比熊说，小白老师真的能够演话剧啊。哎，你怎么知道？我其实读本科的时候还真的参加过话剧社啊之类的，还曾经负责过我们学校的话剧社呢。小白老师可以当编剧了。哎，别，我这是搜集的各位网友想象的段子，对，我只是帮他不呈现一下，转述一下，这个网友的智慧这才是无穷的啊，好吧。哎，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段子呢？哎呀，有意思啊。嗯，杂技表演啊，又扔坛子又扔的罐子，然后呢最后结束，董卿谢谢谢谢谢谢某某某艺术团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尤其是最下面那位就展示了惊人臂力的这位男演员，可以说是老哥稳了。哎，一定要竖起这个大拇指，老哥稳了，哇，开心开心开心。嗯哼，其实他们想象不单是包括你看
就是有人说到，哎，有位上来了，那个冯巩上场，对，然后我想死你们了，但是他一定抱一堆东西，这个东西里边有一个呢是那个大虾的抱枕，所以最后说了半天，然后最后一句结束语，哼，皮皮虾，我们走 ，OK， 然后冯巩愉快的下去了。你看，这些都是可以提前想到的。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春晚的节目组能够应邀，对，如我们所愿，把这些展现出来，千万不要说我们想到了，你们专门避开，这个没有必要嘛。就像去年 Papi 酱提前想了很多，对，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我笑 cry 了什么什么之类，其实挺好的，结果春晚就不跟他互动，非要把本来说不定写好词里边都有的这个全都给弄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网友的智慧是无穷的，春晚躲是躲不过的，还不如就叫大家这本子来。对，比如说有网友设想说蔡明大姐又可以演一小品，叫扰民，就是蔡明半夜在家练习广场舞，吵到隔壁邻居了，被人家找上门了，邻居敲门，当当当，哎，应该又是潘长江，哎，让不让人睡觉了呀？然后蔡明睡什么睡？现在流行修仙，大妈您一把年纪就，哎呦，蔡明捂着扎心了，老铁，叫谁大妈呢？怎么说话呢？我是小姐姐。然后底下哗又疯狂鼓掌，对，哎呦，那您这一头白发染的奶奶灰，哎，哎，春晚，对，等到春节的时候才会来。在这之前啊，各位，咱们应该一起的帮春晚编点段子。谢谢黑脸 boy 送的烤鱼，谢谢仰望傍晚的天空送的皮皮虾啊，我们走。OK， 就是这个，让我们的节目呢更多的欢乐，更多的愉快，好不好？啊，往上一串六，那你们光来一串六，这够吗？对吧？我端起这个竹子的杯子，大家来点别的吧。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整，哎，各位正在收看的呢是由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小白合租日记》。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8点到10点准时开播。今天的节目就是8点整开播的哟，恐怕有许多看惯了迟到的什么什么重播的朋友，你们来晚了。这里有人说今年春晚的总导演就是你了，嘿嘿，是我看的是各位这个，哎，这儿有人提了个问题，闯荡江湖询问说。问你呢，凯西老师。他说：“凯西老师，你现在还能看得进去东西吗？”啊，不会受我影响吧？还好，还好。哎，您看的这是什么呀？就是英语新闻。哦，是英语新闻呐。对对对。哎，凯西老师，难得你给他们辅导英语来我们家做一趟，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读段什么英语新闻之类的，我也练练听力。随便一段。不用管他们喜欢什么，就重要的是我呗，也不是我，就是我们听什么都很喜欢。嗯、China banned U.S. beef exports back in 2003 over concerns about mad cow disease. This past summer, that ban was finally lifted. American cattlemen in places like Montana see huge new export possibilities. 哇，酷！然后我们赶紧过这段，因为基本上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反正听着挺悦耳的。对啊，你给他们辅导考研英语，要是方便的话也给我辅导辅导吧，我也想提高一下英语能力，好吗？好，谢谢。这个好的好的 OK， 一句都不懂的听不懂的飘过，这里有人跟我一样，哈哈，好吧 OK。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刚才有人好像说什么不喜欢朱军，我喜欢朱军，我觉得朱军不错，哎，而且朱军啊是真正镇得住场、提得起气儿，而且真正给力的一个主持人。就在前不久，朱军老师他去了趟台湾，上了台湾的电视节目，我让大家看看朱军老师啊，你知道就他的那种浑厚劲儿，那个气场是怎么样震撼了台湾的电视台？那我跟你说，现场的主持人被他比的。没有的，不要不要的，那就是朱军的气场，不要小看朱军。OK， 看这个，是都被选上，是因为你台风特别稳，还是说你之前都把一些词儿都背得特别牢，从来不吃螺丝，从来不出任何岔子？其实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去回答您这个问题比较合适。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广院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主持人，如果你在心里把它划定三个层次的话。第一个层次是你们现在正在学的，那叫技术。
比如说咬字归音啊，比如说这个嗓音的训练，那叫技术。我第二个层次呢，是要你们自己去修的，那是智慧，要去饱览群书，要让自己尽可能的丰富起来。嗯，没事的话，让自己出去走一走，多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让自己的内心从情感到认知都丰富起来。第三个层次就是人品和人格，啊，那是一个全面修为之后才能达得到的。而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到最后的竞争就是这三个层次，你有了技术才能到这个平台，那你有了智慧你可能才能走在前边，但是到最后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职业上干得长久，一定是你这个人的人品，所以是第三个层次，好与坏，对，最高的一个层次，最高层次。所以我说主持人什么最重要？人最重要。如果去掉那个人，主持只是一个职业。嗯，好厉害吧，各位。这个朱军啊，在台湾的电视节目根本就是反客为主，就他像是主持人，或者说他瞬间变成老师了，那个台湾的主持人只能好好的听着。那这个气场可以吧？其实不错哟。对啊，你看这是说的，哎，对，等云的风筝说朱军讲到去广院讲课就是白老师的学校，没错。广院呢，因为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简称叫广院，对，去广院就是去我们学校咯。嗯哼，气场爆炸。然后有人提到第四个层次应该就是修仙了，哎呀，修仙那个难度有点大。这里有人询问说，这个水友能不能不挡镜头让主播坐到前面呢？哈，各位，就是你们看到坐前面这位，他就是主播，就是我。我们后边呢其实只是我们家的这个动态视频背景，对，所以大家看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朱军老师在台湾上节目时候的上佳表现，厉害。那接下来呢，我们顺便说说台湾的话题。就在最近呢，台湾地区领导人叫蔡英文，他呢跑到所谓的友邦马绍尔去访问，哦，厉害了。马绍尔的总统在介绍的时候说啊，说这位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哈，好，对，人家说的挺好，人家说的还真是实话，对啊。然后那个之前蔡英文在这使劲拉关系，说台湾和马绍尔都处于同一片海洋，马绍尔是岛国嘛，结果真的去了，人家说这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说的明明白白，哎，挺好，为这个马绍尔打 call， 对啊。然后另外一件事儿也是与台湾有关，什么事儿呢？台湾最近有很多人吧，对国际篮球联合会非常不满意，要提抗议。对，什么事儿啊？怎么又玻璃心了？是这么回事儿的。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最近呢，应该说是在上个月10月24号，2018男篮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是开赛了。对。然后但是国际篮联的官网之中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据说这一次台北队呢也是摩拳霍霍，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对啊，准备好好的参加这次比赛。可是就在国际篮联的官网上发出来，他说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就是台湾中国的一个省，哎，这个是对的呀，很准确啊。可是在台湾好多人不乐意了，玻璃心了，对，然后就各种的，要是表示要悲歌呀，要抗议呀，要想要国际篮联改呀等等。我就说呢，某些玻璃心又到了开始要表演的时刻了。好啊，我很乐意看这种表演，而且呢，其实我倒是有这个具体的建议。你要反制呢，就得有反制的措施，对不对啊？你看，就说某些台湾人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尊严，被打压，被矮化，这个那个的。哎，你们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你们可以对用这个台湾的一人一票，然后看看能不能投票把国际篮联给取消，给它废除了，不就得了吗？对啊。第二，还有更厉害的法宝，就是专门针对国际篮协的他们的这些什么官员之类的，组织一个诈骗团队，然后把这帮什么国际篮联骗个精光。狠狠地给他们一个教训，对，来呈现一下台湾之光，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我给他们的这个建议。哎 ，OK， 庐山宝哥他说，我感觉随便
的一个民间节目上春晚可能都更受大家欢迎，那还真不一定。随便一个民间节目你也许能够获得上春晚的机会，但是你真正让你站到舞台上，你会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人的纠正，纠正到最后你就不是什么民间节目了，你最后会变得还不如你以前觉得不怎么样的春晚的节目，真的。所以这个今天节目的后边部分，其实我要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虽然我有些犹豫，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要提，因为这件事情与我们广院，与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呢是密切相关。我相信许多人呢恐怕也已经听说了这样一个新闻了。是这样的，在两年前2015年的时候，这里有人在提问说，如果真来个独立公投我们怎么办？太好了，凉拌啊，就怕他们不敢投啊。对啊，就可以立刻解放了嘛，挺好。我下面要说的事情呢是一个让我自己觉得挺沉痛揪心。对，已经有人说到了李思达，对，杀人事件。哎，是这么个事情，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啊我们学校出了个事儿，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个时刻，就是有同学跟我联系说，老师咱们是不是一块转一下一个消息什么的，我还说不可能有什么事儿吧，这我不相信会出什么事儿，结果真的出了事儿了。就是这个，就是当时，你看，那个我们学校很多的同学都在转一个信息，是一个名叫周云露的女孩子，她在当时在我们学校读研究生，她本来本科就在我们学校，然后就读上来，她是在影视学院。同学周云露至今失联33小时，她于8月9日12:30离开宿舍，前往百子湾拍戏，他只知道是传媒大学李思达的组，其他均不知晓，说戏份不重，不会通宵。原本呢，今天计划去河北涿州参加本科同学的婚礼，但是同学均未见到他，也没有收到信息。现在两个手机均关机，李思达联系不上，望任何看到周云露和认识李思达联系等等的室友可发至微博，若找到请删除状态。就是当时呢，就是等于是有两个学生找不到了，对啊，然后大家逐渐开始惊慌，但是惊慌的时候还以为就是他们俩一块儿可能失踪了或者遭到什么事件，就特别担心，谁都没有想到出现了一个，反正我们作为中传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平安北京当时发了微博，8月10日20:30朝阳警方接中国传媒大学保卫部报警，称校内学生周某某失踪，就是周云露同学。接报后警方迅速开展工作，于8月11日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某，就是李思达（括号男23岁河南省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抓获。经讯问，李某某对8月9日强奸周某某未遂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我跟大家讲，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警方这通报，我真是惊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就是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学校。比如说比你大的就是上一级的统统都是师哥师姐，对啊，然后在这个学校里边，师哥师姐给师弟师妹介绍一些什么工作的机会，介绍个活儿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几十年了都是如此。这是史上第一次，一个师哥对以这个什么介绍工作的名义把师妹骗出去，居然行凶杀人。哎，好吧，这人有说他不会是你的学生吧，思想工作不过关呀，不是我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对，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他是中传的学生，我是中传的老师，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学生，所以这造成心情非常沉痛。就是其实本来都有点不太想提这事儿，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一审的时候，这个凶手李思达是被判了死刑，对，然后现在呢是
出了这个二审，对，那个10月31日上午9点，北京高院对此案是二审宣判，最后宣判的结果就是依然维持一审的原判，判处死刑。宣判过程中，这个凶手李思达没有什么言语，眼睛呆滞，站着连一动都不动，就这个样子。嗯，我觉得吧，就是关于这个李思达，实在是让人觉得，因为他原本呢，在我们学校，据说他是个才子，对。然后甚至有些同学还人送外号，管他叫达叔，叫什么的，对，就是说他弹的一手好钢琴，自己能写剧本，能导演。我们学校有个活动叫戏剧之夜，他还是评委，就是所以说真的，谁都想不到他的另外一面，但事实上他有另外一面，是非常残忍凶狠，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一面。就是在我听后来听他们系的老师给我讲，说这个李思达以前只是觉得不正常，有些不正常，比如说他上课突然就冲到头一排，咣咣就冲过去了，对，然后那个有的时候走着路啊，突然跟人开始学狗叫，汪汪汪，那个时候以为他是是不是性格是这样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学艺术学的太钻进去走火入魔了，但最后发现呢不是这样，哎，这个人他有另外的非常凶狠的一面。他这个就是杀死周云露同学，真的是他自己写了个剧本，这剧本里边就是把人骗到出租房，然后强奸，然后杀害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之前还想杀另外一个他以前同事，那个同事以前帮过他，是因为那个同事没有赴约，他就想到了学校里边这位周云露同学。周云露跟他也并不是很熟，就是大家就普通的认识，师哥师妹而已，就这样的被丢了性命。然后他当时等于是在出租房，等于在把这个周云露脖子割破之后，周云露曾经挣扎着打电话求救，他把电话抢过去，就胡说一通，等于是让周云露失去了最后的获救的机会。哎呀，每当想到这儿，我都恨得牙痒痒的。就是这种家伙，这以前早怎么没碰到？如果以前在学校里碰到，跟他冲突一下，顺便打他一顿，也觉得解气。但是现在呢，悲剧已经发生，一个女孩子性命无法挽回，这个是整个学校的巨大的损失。他事实上让很多同学的心灵啊，可以说都达到受到伤害的程度。哎，这个呢就是，曾经我们学校的美丽的、活泼的、善良的女生周云露，她已经读到研究生1年级，她本来有着光明的前程，但是呢却遭到意外的这种死于非命，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呢，既然二审已经宣判，我觉得这个李思达命不久矣。对，基本上我看许多网友的反应也觉得，大快人心。这里有人提到说，你以前也看不出他呀，我是看不出，但是我以后能看出了。我以前经常觉得有些性格怪异的学生啊，或者说这样的人吧，可能他们挺不容易的，对，应该多理解多谅解。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多提防一些好些。就是一个受伤害的破碎的心灵康复，比不过一个女孩子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她的性命更加重要。对，所以我看这个李思达死定了，这是他自己作的。不过我在这里斗胆的要说一句，因为我个人呢是不赞成死刑这种方式，这我实话实说，我一直以来好几年前就公开的表明我反对死刑，我认为死刑不解决问题。为什么？就说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自卫，就自卫那个，然后把这个李思达干掉是合理的，我们在战场上消灭敌人，消灭日寇是合理的。但是我总觉得就是由这个国家，对吧，这种形式来宣布死刑是对一个人最高惩罚，它有一个不好的效果是什么呢？会让许多普通人觉得，当你极其恨一个人，你最想报复他，你就得杀死他，我是这个意思。对，而且我觉得吧，你比如说像周云露那么美丽的可爱的女孩子就这样被她摧毁，那我们活着人都希望这个混蛋下地狱。但是我问大家，下地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她死了之后下地狱，你怎么知道死了之后有没有地狱啊？我觉得应该是让她活着的时候就下地狱。我认为
李思达这个人现在根本这个凶手这个罪犯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悔罪的意思，就整个审理过程中他都是麻木的状态，然后觉得他就活该死，他无辜的碰到我手里，这他妈这是什么态度啊？对啊，然后这时候一枪给他毙掉，那他说不定觉得死得其所，对啊，我反正偿了命了，我觉得这就有点太容易太轻易的放过罪犯了。我认为让罪犯活着活受罪，对，让他们活着的时候受尽感受到地狱的折磨是最好的，死了太便宜他们了，尤其是当这个凶手死的时候居然还没有真正的忏悔的时候，那我觉得就等于是让他给逃过了，我是这么一个判断。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是认真的啊，但是我说的这个是我主张不要判他们死刑，把他们关到监狱里边，对，但是监狱里边有两个事情要说清楚，第一，不能够接受无期徒刑不断的减，后来变成了什么20年有期之类的事情，无期就是无期，就要永远关，永远不许减刑，把他关一直关下去。第二，监狱的待遇不应该太好，我非常不赞同有些圣母心啊，觉得哎呀犯人也是有权益的呀，哎呀监狱可得弄的，你知道现在好多北欧国家的那个监狱简直漂亮死了，舒服死了，这是不对的，监狱就是监狱，监狱就是让一个人活受罪的地方，就是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且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代价的地方，这是对罪犯的最好的惩罚方式，惩罚到他怕了，对，然后他后悔了，后悔也不行，继续惩罚，惩罚到他死，让他惩罚一口气下去，这是对罪犯的最好的这种折磨。 OK， 这里有人讲无期就是20年， 不要误会，20年徒刑是20年徒刑，无期是无期，然后我们主张的是不可减刑的，对，终身监禁，不可减刑，一直关到死，明白我意思吧？我真的认为死刑对于许多穷凶极恶罪犯，他本来就是求死之心，然后你给他死刑，这不是求死得死，这样对他好吗？所以关于到监狱，我给大家看张图，我觉得以前这个满洲里法院曾经登过一张图，我特别的欣赏，是什么呢？是这个，哎。满洲里市人民法院提醒全体市民，请遵守法律，不然，你看，左边是一朵盛开的怒放的菊花，底下注解是入狱前，哎，然后呢，右半边是入狱后，我们注意到这朵原本是饱满的菊花，现在呢，哎，几乎已经凋零，已经是菊花残。哎，我跟大家讲，当时南方系啊，就是报纸啊，来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各种不满，就说这个啊，这满洲里人民法院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威胁这个公民吗？你不是威胁罪犯，你侵犯罪犯权益？我觉得该侵犯就得侵犯，为什么不侵犯？你自己犯的罪，你活该，就得有个地儿让你受罚哟。对啊，让你好好的受受惩罚，让你生不如死，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很好。对啊，所以各位啊。我真的建议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总觉得，就像李斯达这厮，就这么一枪把他毙掉，或者你知道现在都打针了，也不怎么疼，太便宜他们了吧？凭什么他们这么轻轻松松过关啊？然后甚至他的家属还可以理直气壮说一命偿了一命啊，怎么怎么地？哪儿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哪儿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对吗？我听说李斯达他们家原本声称要卖房，要赔偿周云龙他们家，后来。也没卖房啊，那意思就是说啊，反正我们儿子要被毙了，我干嘛还要卖房？不对，你应该卖房，你应该把你们家卖得倾家荡产，然后我要把你们家最后悲惨的情景，我专门要去探监，让这个李斯达听到，详详细细的听到，没完没了。OK， 懂我意思吧？就是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有人说老白你过激了，我不觉得我过激，我怎么就过激了？什么过激的行为比得上一条人命就是被白白的剥夺？对，所以你们这些不过激的人就觉得一下把他弄死这事儿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事儿没有过去，死者的冤屈没有得到昭雪，凶手没有真正的认罪伏法，对吗？那凭什么就让他那么轻易过去呢？好吧，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这人就说你好毒，哦，对，我在这件事上实际上是很毒的，我也不避讳，我不是圣母。对，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这个反对死刑，所以就觉得好家伙，我这个无限度的，我热爱罪犯，我有病，我热爱罪犯，我是希望他们受更加狠的折磨，我是希望把他们折磨到让所有的人吓到不敢犯罪，那才有意义。那我问你，我们国家
有死刑，这么多死刑，怎么罪案，对吧？这种事儿还在不断的出现，那就是因为对他们折磨的不够。来，我接着给你们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折磨的够，让大家开开眼。话说在巴西，你知道在巴西呢其实已经没有死刑了，对啊，但是呢，哎，有一个案例呢我觉得非常不错。什么案例呢？说啊，在巴西有这么一个主，这个人呢是个武术教练，搏击教练，他的名字叫夏维尔，对。然后旁边这个女士呢是他娶的妻子，然后这位妻子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孩子，等于这个小孩呢，小朋友就是他的继子，只有18个月大。然后你们不能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人渣，这个畜生居然性侵自己18个月大的继子，然后导致这个孩子啊死于非命，他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去，人渣吧，混蛋吧，狠吧，说你说这种是不是应该千刀万剐下地狱？但是我问你，有多少人真正罪犯真的被千刀万剐下地狱？你要是给他死刑，一枪也就毙掉了，他也就过去了。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是谁在某种程度上平了我们的名分，我不是巴西人，我听着都就火冒三丈，是谁，对吧，替那个孩子报了仇，你们都想象不到，是巴西的监狱里边这位这个搏击教练夏威尔，他的那些狱友大概多达20人，是怎么样呢？这帮狱友听说这件事儿，而且目睹啊，就是这个混蛋进了监狱还不思悔改，还在那儿得意洋洋的吹嘘他干的好事儿，就把那些其他的犯人给惹火了。这些犯人决定好好教训他，不是说你不是会武术吗？上来20个人一通暴打，把他打翻在地，然后用就是他对待他继子的方式，把他给教训了一番。这个据说传说是什么暴菊，哎，然后呢，弄得他伤痕累累，结果呀是被那个狱警呢赶紧送到医院急救，然后进行了缝合。嘿嘿，我跟大家讲，更牛的事儿出现了，说这些愤怒的犯人吧，再次把他抓到，然后呢把他那个就是纱布给撕开，把那缝的线给撕开，再次给他暴菊。你不是这个，对吧，欺负一个18岁的小孩，你觉得你很牛吗？对啊，让你没完没了的尝尝这滋味。哎，我跟大家讲，我说真的，我真的不由得，我不由得要喝彩。对，我觉得挺好。对，让一些罪犯尝尝菊花残的滋味，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让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不要轻易过关，不要让他们死得其所，而是不让他们，让他们死都死不成，让他们活受罪。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个硬币的两面，另外一面就是说，我认为由国家来公开执行死刑会对公民产生误导，就是说，以许多人在发自内心认为，你如果对一个人最凶狠的方式就是取他性命 ，OK， 那人会有失控的时候，会有极度愤怒的时候，他们就很可能就做出过火的事情。那如果让人们觉得最凶狠的惩罚并不是死刑，可能我认为会降低一些犯罪案的特别厉害的罪案的发生。OK， 这就是说，局的正气，老白你正能量，谢谢。我是由衷的觉得吧，就是说有许多，你知道吗？有许多那些坏蛋死刑犯死之前都得意洋洋，对啊，那就反正老子一命偿一命，18年就好看。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这种得意劲儿？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恐惧、忏悔、悔恨？对，想抽自己，然后我们要看什么？那这事儿就不算完。对吗 ？OK， 所以当然了，许多朋友，你看这位，我是赞同死刑的。很多朋友，在我们国家，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依然赞同死刑。但是我希望大家从长远考虑，我觉得我们迟早会走到废除死刑的这一步的。嗯哼 ，OK， 然后这有人说，那等到他要执行死刑的时候，还是会害怕。他害怕也就那么一会儿，太短了，应该让他付出一辈子的代价。才行，嗯哼，好吗？哎，当然是，我这现在也是说一说，就是出口恶气，其实这个火没完全出够。那个，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啊，我要放一段视频，这是我们中传广院的同学，因为怀念周云路，然后专门为他做的这么一段视频。
哎呀，看的时候还是让人忍不住动容啊。这个曾经拥有你们春秋和冬夏，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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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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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开吗？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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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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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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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开吗？啦啦啦。说啊，就是无论像你们说的那样把这个李斯达直接死刑掉，还是像我所希望那样让他死不成，让他活受罪，然后反复的给他爆掉，就是都无法填补一个巨大的损失，那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校园损失了一个青春的美丽的善良的女孩子，这样的损失惩罚多少罪犯都无法挽回。哎，你们无法了解就是身为一个老师的愤怒和失望。有人建议说呢，换个话题，但是我跟你们说，我已经没有心情再说别的什么话题了。今天我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暂时进行到这里吧，然后不如咱们下周，对，下周我们的节目会二三四，每周二三四的晚上我们的节目会准时播出，感谢各位。那个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林中白狼，然后也谢谢今天凯西老师，他本来是来教英语的，结果被我拽来上趟直播，然后下周我们家空姐应该飞回来了，然后到时候也许可以带来更加轻松的话题，谢谢各位。Yeah.
结束的就